不像现在个小年轻，搿两高头走到马路浪向嘛，一定是手牵手嘛，或者是勾了一道。过去了没人迭个样子，不要讲牵手了，两个人一道走路，只要离开半米，丈夫人家看出来，我就觉得两个人关系亲密。欢迎大家回到《闲话上海滩》节目，我是丁丁，也欢迎阿拉今朝两位嘉宾。我有个感觉哦，现在的小年轻谈起朋友来是高调的嘞，不得了。侬想马路高头手搀搀，公交车站个搂搂抱抱啊，老早子谈朋友好像不是个能噶的吧？从前个种情况不大有，不大有。假使要有嘛，阿拉那这个电线木头下头啊，搿些路灯坏脱个，哦，比较昏暗。对吧？搿个属性难办还行得着。搿么，王老师老早子谈朋友是不是好用“丫丫叫”三个字来形容？完全可以，非常可以，应该讲，老准确表达方式就是“丫丫叫”。50年代之后，一直到80年代吧，老长一段辰光，就男女之间的亲密的来公开场的亲密的程度，伊搿只尺度是非常严的。比方讲手牵牵搿种例子啊，最多了。手牵牵例子，侬来马路浪向如果打开始的闲话啊。群众，搿个叫群众，群众可以那种叫扭送派出所。哦，有啊有啊，我碰着过一趟。哦，碰着过哪里了？那是侬，不是喊你个。我看见一趟啊，那老西门，老西门，我夜里向平台市场夜里，阿拉搿辰光唱夜场，夜场就说我背着只椅子嘛，我辣辣走，我想去乘18路电车了，电车站没到，可一男一女抱抱抱抱。宝宝嘛是有人管事呀，管事么一个老先生讲，你这两家头说说啊，要细看嘞各种地方啦，各是站头呀，站头上像个抱了像面孔啊，各种像面孔红的个姿势啊不对了，那过度不对，跟老先生过度不对，那么两家头一看个那么踩手踩老子倒了，倒走了，就搿能样子，那有人来管着了，侬懂？老早非常严，连拉手都是不可以的。对对对对，结了婚个夫妻走路马路上向不拉手的，还不拉。基本上像是并排走，就表示搿两个人是夫妻关系或者情侣关系。对，拉手已经是不得了事体了。搿么除脱搿个肢体接触之外啊，阿拉讲搿两个人是谈朋友，一般会得公开伐？或者到啥程度再公开呢？搿公开哦，表示一种仪式。那么搿辰光凡是公开恋爱关系，实际上帮订婚已经是老接近了。哦。而且搿辰光一个特点是啥呢？就讲侬一旦恋爱了之后，侬公开了恋爱之后，侬如果再吹了，是老大个事体哦。而且老早也叫谈朋友难度实际上蛮大。有个。比方讲，就男小孩要送个小姑娘回去，对吧？咾么老早侬假使送人家回去弄堂里，一送么人家侪晓得嘞。不，老早送我，不是送到弄堂里个。咾么送到弄堂里啊？哎，我有三条马路线结束了呀。对对对对。往出去去呀。人家不错。我这么到市里去做三位啊？那么一个男小人问侬住在啥地方？我到了，我这个到了。那么看个男小人走。那么小姑娘呢，一条马路、两条马路到第三条马路转弯到屋里。不像现在了，弄到小区走进去，弄这个人家蹲了外头说的是，昨天在坐了门口呀。上班你们该小菜坐了门口，夜里么乘风凉打好又么坐了门口，弄两家头弄堂里进去么才看见事体在穿帮呀。王老师一般搿种看到会得在讲点啥么子呢？我看出大事体了。我山东中路210号弄堂里向长大啊。哦。我小辰光就是搬了盏灯坐了海。是不是？天天就看有没有人经过陌生人。这是一对男女。哎呀，大事体真大事体，小朋友后头会得。跟了海，就像我从搿能介大啊，从三四岁小朋友回头后头跟了海，跟了海啥？搿能介看不看法？有辰光才多块小石头了啥嘛之类的啊。多啥都会哎。咁么就讲大家传发，才会传成啥？蛮神秘的，搿桩是大事体了。桩大事体。哎。咁就传发嘛，侬实在没看见了，也要传。嗯。比方讲，哎呦，张师母啊，哪个儿子搿枪出来蛮矮个嘛？啊，平常来说，总归我听伊敲门声音啊，搿是看上去苗头勿大对哦。哦，要豁领子。这个是总才是猜想。嗯。啊，我当外头女朋友，侬讲不听啊那边，我嘴巴顶紧了，勿会讲出去。搿句话一出来，弄堂里才晓得。那这个张师母讲真啊，搿么我讲拨侬听，不晓得刚刚搞好了，半夜里就才搞出去了。是。下来呢，阿拉一道来看段视频。过去两个人谈朋友约会啊，侪要想避开所有人的视线。不让人家看出伊拉关系亲密，真的懂得来像搞地下情报工作差不多。这个里向呢，要做不少功课，出洋相故事也交关多。看样子老早弄堂里谈朋友真的是要丫丫叫的，是但是我觉着搿个丫丫叫老容易出洋相。阿拉弄堂里有讲人家一个一对老夫妻住在亭子间里做裁缝的啦，亭子间自家铺好板，人家拿衣裳到伊搿搭，伊养个儿子。
那么这个儿子呢，女朋友嫁着来，对伊拉爷讲，我女朋友嫁着打转来。嗯。这个打转来，这个屋里顶子盖只有十个平方，搿哪能阿拉要谈谈呀？看朋友是吧？外头去谈嘛要用钞票。那么伊拉爷娘讲，注意到伊扬州人，好好这个样子，你就把他带得来啊、哦，带得来嘛，那两个老头子老太婆这是拉过去呢。这个儿子讲。不要紧啊，我做地工啊，门口头装着红绿灯，门口头装着红绿灯，装了门口头垃圾开关，从这垃圾开关，那里向啊，师傅爸爸，我这个红灯呢，你们不要搞来，拿去挡马路是吧？啊、我绿灯呢，侬也是好开心嘞。那么两个都蹲了一下，伊拉吃好夜饭，没去挡马路，那么女郎又来了嘛呀，爷娘看看这小姑娘长蛮好，是两个鼻子，嗯，那么一个儿子讲。爸爸，现在我红灯开好了，侬只要回转看到是绿灯了，你再开始开门。嗯。忘记他了呀！忘记他拉了，忘记他拉的呀。那么个爷就来过三趟，小时候哪能已经红灯啊？我哪能没绿灯啊？后来落雨了，没办法照外头挡，挡到天亮话，这上红灯亮闪了嘛？到天亮还是红。那么后来，爷只好跑出去，爷了娘，那么门开出来，实在是忘记他了啦。啊，搿没地方去啊！侬真像王老师搿，真的没地方去。老早那么因为屋里向条件也困难，爷做财务，我们不介许多铜钿拨侬。看电影，看电影，从这个电影票难买呀，常常看不完，票子嘛两光地上，大家看得起。嗯。买不着票子，挡马路，挡马路要挡了几岁搿么呢？我打算来顺便拨爷娘看看。弄堂里向夹朋友也蛮多，有弄堂的弄堂一条隔开一条夹朋友。哎，就辣辣一条弄堂里夹朋友，也比较特殊啊。侬假使一条弄堂里头，人家侪认得，葛末㑚好顺理成章的搿一个回一道回来唻。顺理成章呢，因为搿是两家头夹了，到底哪能呢？伊拉两个人晓得。嗯。但是侬作为两家人家，从这个门当户对了。嗯。一个门当户对是几个档次的呀？啊。侬辣弄堂里向作为门当户对，爷娘如果晓得我个儿子搭单个人家头夹朋友呢？嗯。基本上两家人家的差不多啊，错。比方讲，那伊拉爷子从这开文档，现在都叫浴室了。对对对。要浴室，浴室里养个头，哎，一看从带个老虎灶开老虎灶的日子嘞，那么伊拉夹朋友嘞，实在爷娘晓得了，两家人家阿拉出身大概差不多，对吧？这个叫水里来汤里去啊。那叫水里来汤里去。大家才是这个，搿么了解呢，摆辣肚皮里个。嗯。一定要弄到中国了解，进进出出，中国了解。弄堂里。除非侬隔出弄堂外头呢，就是不了解。嗯，是。朋友弄堂到单马路干嘛也有呀。啊。弄堂里向谈朋友是勿啦？有一点呢，就是讲，如果自家是搿只地区的弄堂，相对来讲呢，就是讲比较方便点。嗯。就勿像就是人家勿认得个。方便到啥程度？啥程度？我举个例子啊，阿拉舅妈。嗯。阿拉舅妈帮阿拉娘舅谈朋友的辰光，阿拉娘舅是山东路啊。嗯。阿拉舅妈呢是辣海金龙街。哦。葛末伊拉本身就是搿只区域来一道白相的。谁晓得？葛末有辰光来来去去，年纪小的辰光是同学嘛。嗯。葛末后头开始要谈朋友的辰光呢，又开始装了。装啥呢？阿拉舅妈又跑到阿拉娘舅搿头来，就是阿拉外婆头。我算辣外婆屋里向嘛。嗯。还告我只娘舅。啥告我这样？这个相机根本砸不过我，你看到吗？一个小姑娘能够这样机呢，就告诉了我，实际上就是扒了你舅舅，扒了舅舅来谈朋友，偷偷摸摸的。对对对。跑进来之后讲干啥？舅舅啊，来阿拉这集啥？这两分钟就跑脱了。跑不跑？没地方去，真没地方去。伊拉就能够坐了海。嗯。不像阿拉现在个谈朋友，啥好看电影啥么子？伊拉是阿马路上下，还应该哈，干嘛上铺开小，没道理嘛，对吧？老早还有啥爷爷教的方式？我再讲是非常极端的故事。来阿拉比较困难的辰光，你晓得吧？谈朋友啊，嗯，那么大家呢，一个是非常羞涩，一个呢非常困难，嗯，双方关系呢已经公开了，嗯，终于有一天呢，一个男小孩对小姑娘讲：“今朝夜到头，我拿阿拉爷娘叫出去看电影了，阿哥去厂里向加班，那到阿拉屋里向来白相。”哟，个小姑娘呢就很羞涩，一个好，我来，嗯，那么来了之后呢，男小人。我想伊对阿拉小姑娘讲，阿拉灯噶些做啥？阿拉关脱两只灯好吧？好，葛末伊讲，葛末就关脱两个灯。那小姑娘就老不好意思了，实在不好意思嘛，朝地低头。所以讲，哎，阿拉到这个就是别的东西两起谈嘛，好吧？那小姑娘真的是不好意思，不想。所以男小姐不关心，现在别的人一改，所以对小姑娘讲，侬看我这哑光表清爽吧？这哑光手表。搿只故事本身真的说明了搿。恩米个时代，人个种淳朴个心灵，羞涩，非常羞涩。就是讲，伊到了别的洞里向，伊仅仅是为了让小姑娘看着阳光表，阳光手表。咁阿拉闲话讲转来啊，比方讲一对男女啊，想要靠定了，小姑娘嘛总归有眼这个不好意思了，哪能帮爷娘暗示啊？
讲我有个男朋友了，是不是好带到龙塘里来送我回来？搿哪能介把爷娘讲搿桩事体呢？看得出呀，爷娘对自家个子女顶了解嘞。要豁出领子。哪能等我每个礼拜弄到这个辰光跑出去个啊？嗯。有辰光夜里向嘛，跑到公用电话去立辣海等。嗯。这个辰光在公用电话呀，对吧？立辣海等嘛，光光只公用电话光磕破钟后头在辣辣排队，是吧？搿么是说爷娘从搿个情节里向要问了嘛？嗯。搿么有搿能介伐？因为龙塘里丁会得传闲话了，那么就说家娘邻居随地口风出来。这对开封不是可能啊，伊拉总打出来日里不会打出来夜里啊，夜里打出来龙塘里人在吃饭辰光呀，龙塘里人少嘛，打进来不会得两个人一道来的，这个呢已经一个公开了，因为侬讲的情况是吧，侬讲情况就讲子女向爷娘坦白阿拉代理的了，搿事实浪向侬已经来设定了一种特殊的情况，就是伊拉是自由恋，搿种情况是的确是要存在就是应该顾虑啊，爷娘是否接受，对吧？搿种是应该讲是比较少的，比较少。有辰光反而勿想爷娘叫了，就想让伊晓得，拐卷勿出来。拐卷勿出来，有辰光爷娘经常会得反对啊，反对后头造成一种爱情悲剧也勿少的。对对对。有个有个，有种譬如双方读大学的，爷娘晓得伊拉大学里是同学了，干嘛有？等到大学毕业，这个辰光是服从国家分配的。哦。分配这个男的分配出去了。我再到东北，我再到山东了，那这里向要有问题来了。啥问题？双方爷娘本来侪没意见，一看到男小人派出去了，弄小姑娘那边。对，龙塘里的邻居个传闲话会得传了豁边吧？或者讲就是讲好好的一桩婚姻，或者爱情被伊拉传脱了。豁边的。哦，哪能讲？那我就讲我自家。好啊，我搿个辰光了读高中。嗯。咁么搿个辰光读高中，刚刚学会跳舞。跳舞嘛，搿个跳舞，阿拉搿辰光跳舞有夜台啦。啊。这个夜台是搿个夜台呢，好像迭个辰光是。同济大学呢，不晓得我带到大学生一代啊，大学生一代，大学生一代礼拜六、礼拜日出来嘛，伊拉自家白相，有舞会啦，搿里向有个一个吹这个萨克斯风的人，上得蛮高头，搿么伊看中我了是吧？看中我，看中我嘛，伊是让结果是让我带过马路啊，搿弄堂里向。那么后来伊总归侬去跳舞嘛，辣等咯。那么反正那传得聊弄堂才晓得的呀，才晓得我一个男朋友是。伊拉弄到了啊，就直接随着男朋友了。看到其实男朋友了，吃豆腊包了。豆腊包。其实吃豆腊包，跟伊拉讲，那么晓得我出去了，伊拉把翁出来到了马路上来看了。哦。是这样嘛？那么随了随，随了么随吧。我跟侬讲外婆还活了还。跟我关张哦，搿豆腊包勿去，勿去搞搿朋友。搿搞得搿烦死了，屋里向一日到几股吃，搿怎么吃得消了是吧？最后来没成功，被伊拉随了结果，带过搿家人家搬脱了。哎呦，我喇叭搬出来！因为家是邻居不传搿种闲话，说不定。搿嘛也可能，因为我欢喜听音乐嘛，对吧？搿不也是等于欢喜？那么搿家人家也是独养儿子，我跟他们独养囡恩。再过想搬出来，搬脱嘛，我也没去照顾伊。结束了，结束了。还要传个哦，晓得怎么就开始传开来，传开来嘛就不好意思了。虽然现在社会越来越开放，谈朋友呢已经不需要像以前搿能压压脚，但是还是有一个地方。现在的人不仅谈朋友压压脚，甚至连结婚侪有可能当成秘密不告诉任何人。一个地方就是办公室。老早谈朋友也是蹲了龙堂里压压脚，现在是蹲了办公室里压压脚。不晓得两位对这个办公室礼敬有啥看法吧？这个压压脚问题啊，因为我属于各方面的专家。哎，对对对。啥道理呢？因为我自家本职工作深港舞蹈报个新闻部的负责人。阿拉搿辰光就是讲有的一只。背口就叫口述实录，又叫办公室礼敬，就是上班时候伊拉烦恼。你那个么子啥么子能晓得？就是讲办公室是同一只单位谈朋友是绝对不可以的。就老多单位讲，如果是有你谈朋友，侬自家暴露。你进哪去？是因为啥？一个单位来谈朋友，有可能会得引起，就是讲侬，比如讲侬个形象浪向，对对对，那上下级个管理浪向要出问题的。搿呢，来管理浪向是有一定道理的。但是对利益当中人来讲是不公平的。所以讲经常会得出现啥呢？就是阿拉报纸高头一只极端的例子，有句闲话。办公室个人是哪能谈朋友啊？哪能谈？叫拥吻在办公室黑暗的角落里。比如说老早一点吧，也行啊。啥呢？不，第一，阿拉现在认为搿拥吻两个字已经是好用了，对吧？勿像搿辰光搿是婚前搿种男女接触的程度是勿一样啊。办公室，黑暗的角落里，黑暗说明夜到头了，人家在下班了。角落里向，因为有的监控啊，老多办公室的监控，所以必须躲到角落里向监控某个地方。
搿就是办公室练琴的最重要的特征。咾么，啥个心态一定要到了办公室里用呢？这一个嘛，控制勿牢嘛，男人谈起朋友来勿管地方的嘛，对勿啦？对对对。搿是一个，还有一个呢，有句话侬晓得吧？嗯。越是受到压抑的东西，越是拐弯抹角的寻找出路。嗯。就是一个从办公室走到阿姨的辰光，侬勿让我谈是伐？好，进来侬办公室角落里向，谈拨侬看。做该事体，哎，侬老板侬来好了，那那那有，人家是怀有忠心。不过现在台湾有侬蛮难猜测的，啥道理？第一，伊拉用手机，嗯，手机里讲闲话侬又听不见的。对对对对。那么压在啥地方？说是比较隐蔽了，明明来谈，侬根本不晓得的。做不牢。侬哪能做得了呢？对吧？你从这辰光写情书的呀？哦。哦，有一封情书，写下证据，五六张纸头哦，那么有证据要弄到啥么？哪能？我记得我在我读高中的辰光，我是女子中学读书，但是小姑娘没男小人。这寻思寄到汽修女中淮海路，汽修女中教会学堂。那么伊寄得来，寄得来嘛，门口头个门房间就是拨了教导处，教导处人家在操场上开大会，叫个小姑娘侬先拆开。噶才怪吧？哦，搿个是蛮严重哦。嗯。拆开了嘛，叫伊读呀，读不一路读不又哭了啊，小姑娘一路都哭。蛮好的。我吓得感动了，那个老师在了旁边听。个老师看呀眼泪了，那个姑娘，一个好了，不要动，不要扛起来，这封信要扛起来。老师不感动了，说明写的蛮好。写的好啊！情感实际上是人共通的，共通就是讲呀。因为实际上搿辰光情感啊，相对来讲比现在要隐晦很多很多。对对对对。所以有的一种就是个羞怯的美。那么刘老师，侬觉得，假使侬是一个企业的这个老板啊，侬可以允许那个员工个办公室谈朋友伐？办公室谈，根本要看这个啥个企业的。哦，啥个企业？侬觉得是企业？假设这个企业是做啤酒的，对不？根本独立哪去的？做羽毛球的，不要讲做网拍的，搿种啥，搿只能哪要谈朋友呀？搞金融，金融。搞金融是不好谈的，这个是机密在泄露了，对吧？我觉得要看企业了。实际上，企业是有规定的。嗯。两年谈朋友，并不是讲非要让两年出差，但调工作，至少是调岗位，就是讲不能贴得太紧，不能上下级，不能形成，不能形成规定。嗯，比如我是管组织人事的，嗯，对吧？我如果帮槟榔乡个小姑娘谈朋友的话，嗯，搿组织人事对于考评辰光，我哪能打分勿止？对对对，搿公平性就没了。对。搿么所以讲，还有一种，比如讲，我是做领导的，嗯，搿伊是做部主任的，也勿合适。搿我领导伊，大些都部主任，我肯定倾向于对伊迭个眼嘛。上下级。哎，所以就是搿种关系，企业里向谈朋友呢，的确对企业有辰光会形成伤害。除脱迭个谈朋友要瞒来瞒去，还有一个更加严重的隐婚。两位听到过吧？刘老师听到过吧？隐婚是已经结婚了，我瞒脱了还。哎，对对对，明明结婚了，讲自噶没结婚。这段话听了不大多。隐婚说明啥？就不相信人家晓得已经结婚了。对。那么啥道理呢？企业里向呢，有种企业有一种非常要讲严酷的规定。嗯。隐婚啊，伊不用的。为啥呢？啥个工作会得不用隐婚？哦，蛮多。隐婚呢，侬有可能会得生小人，生小人按阿拉个劳动法。侬这个，侬劳动法里向，侬个四个号头，就是侬个岗位空缺了。侬一家头岗位空缺倒算了，侬如果一个部门有的三个女生，三个女生同时肚肚皮，或者部门崩溃的。对对对对。所以讲，来搿趟企业有的企业苦衷，葛末有辰光就定出只比较苛刻规定，阿拉搿头勿好结婚啊。嗯。基本上呢，帮工作冲突的可能性最大啊，就是隐婚的人啊，是帮工作冲突性最大。听下来好像是小姑娘比较隐婚的比较多。葛末哎，小姑娘嘛，特别是因为小姑娘牵涉到个生育问题。还有一种工作呢，有种特别吸引人，晓得吧？你比如讲，伊特别需要保持单身女性的种姿态。啊。但搿个物事呢，就不是老好了。就是啥，阿拉总觉得侬工作是不是勿人勿善工作啊？啊。侬明明结了婚，侬要冒充小姑娘，搿么侬工作是啥意思呢？对对对。侬要对侬客户冒充侬小姑娘想做啥事体呢？对对。阿拉再问几句，就是要出问题了。产生勿好的理想。哎，产生勿好的理想。嗯。所以讲隐婚呢，一般情况是因为工作高头发生个冲突。嗯。我们公司的福利，相信早有耳闻。但是有一点，对于总裁助理这个职位有特殊的要求，就是三年之内不可以结婚，没有年假，要随时听从公司的派遣。啊，不是，可下个月就要结婚了。下个月结婚，那你怎么不早说呢？哎，你呢？不着急结婚吧？哦，我不急。老婆，从今天起咱们小心点，不要暴露身份。
李老师，那么假使有的个男的明明结婚了。嘎子闹他男的结婚了，伊还不没结婚。哎，这个男人外头总归是搞出孽事。那第一反应是？哎，这总归我想这个人不正常。那总归一个男的，男人结婚嘛，堂而皇之，对吧？我是已经结婚了，那何必隐瞒呢？对当然，侬工作浪向要需要个能干是个，但是搿是另外个事体。男人隐婚的。除了就是讲特别有名的种艺人啊，因为伊对于粉丝要保持伊单身形象之外，可好像应该太不正常了。搿要么就是想乱搞，那我也是搿意思。理想在搿种理想。那有种夫妻了结婚，称为兄妹蛮多啊。啊，阿拉文艺家里向蛮多。哦，是吧？哎，是老早开始有个。从这就有了。哦，明明是夫妻，夫妻但是晓得结婚啊，也不是隐婚啊，晓得结婚。某一个艺人团体吸收伊拉，伊拉是讲阿拉是兄妹。哦，根本人家都要弄了，兄妹，不是啊，夫妻就不要了，夫妻不要，那就是王老师讲，那么要养小人啦，那么那么要参加，那么那兄妹嘛，那兄妹，兄妹，你看把个第二个阿妹介绍男朋友了，根本就是呀，根本你在告诉是侬有财路了呀，啊，对吧？不光是夫妻没财路，不懂。路都不广，看起来这个现象老早就有。是，总之还兄妹相称蛮多啊。阿拉总结一下今朝讲的龙塘里的鸭鸭叫啊，鸭鸭叫搿桩事体，我觉着种低调的美好。哎，因为大家对爱情侪有搿种需要或者冲动，但是有可能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外部的环境来了里头，所以才有不同的鸭鸭叫来今朝。再次感谢阿拉两位嘉宾来到阿拉的节目当中，今朝的节目到搿搭就结束了，再会。再会。好，让阿拉看一看今朝微信平台浪向观众朋友们又提出了啥个问题呢？请问鸭鸭叫的鸭是哪能写的呢？好，这位观众侬好，鸭鸭叫的鸭呢是这个走字底加一个牙齿的牙，还有人写成这个言字边旁啊一个牙齿的牙，这个两个字呢是同义字。那么鸭鸭叫的意思呢是啥么子呢？啊，就是是这个悄悄的啊，不要声张。那么来自鸭鸭叫的那个上海话，西欧面的朋友交关啊。比方讲，我来讲两句啊。比方讲是啊，大雨淋身，塌塌地，心情舒畅，适适宜。传人八卦鸭鸭叫，心中没底得得动。啊，不晓得我讲的对不对？欢迎大家指正。徐耀明，王梅铁心。响声是，就阿拉闻到个味道了，就不想困觉了。对对。哦哟。几片松风，阿拉欢喜搞大黑舞，不管是扬起一把舞，我起来有几。